戏经验，过去因参加美腿小姐选拔拿下冠军而踏入演艺圈。她出道的33年来，唱红了多首歌曲，更两度拿下金曲奖、最佳台语女歌手奖，实力备受肯定。她于25日迎来49岁生日，并透过社群分享了自己的庆生影片。由于民间传说中有年龄逢九亦有厄运的说法，因此岁数到90都会自动跳过。而戏经验吹熄生日蜡烛时，身边好友突然说出50大寿，让她俏皮大喊了一声屁，引发全场大笑。昨晚有粉丝在谢金燕49岁生日当天挖出了她16岁的照片，让谢金燕不禁笑说：“看到这张照片，只能先干为敬。”献上一首《笑笑看一切》，让粉丝们纷纷赞叹，直呼姐姐不愧是永远的女神，不管几岁都很漂亮啊。